等你一会儿，就还回来，在这等你啊。嗯。你哥哥呢？厕所，在这等。你哥哥呢？吃完了。厕所，在这等。烙饼都吃光了。我就在等你，你哥哥呢？啊、对。厕所。没你的了。那我吃吧。还下来到这儿啊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下着上面不能下去。下去了，前面也是人造的。从那边那里瞧，再到山上，这么斜，从那边走。这袜子不行。杨雨轩。干嘛？玩玩具一会儿嘛。想先玩还是先看他们呀？那儿呢，在那头。走两步，把这烧了。你那黄瓜吃完了？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应该越长越粗，别啰嗦。